尊敬的师父善人，尊敬的各位老师啊，电视机前的各位老师，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今天呢、承蒙师父善人慈悲啊，让默邪呢到马来西亚啊，对着网络，啊，对着这电视机，来分享报告。哎、啊，说实在的，在我心里啊，包括这脑袋啊，啊，确实是没有想说，哎，我有什么构思，有什么想法，啊，只是呢，把实实在在自己呢。在学习传统文化的前后啊，如实的向大家做个报告啊，也没有任何添加啊，所以呢啊，在昨天呢我就给大家报告了，因为呢我确实是没有文化的啊，读书很差劲，病情呢有7年的逃亡的生涯啊，都是社会上一个大坏人，并且还是我们当地危害一方的人物啊，很多人都知道啊，黑社会的。所以这一次呢，师父定的题目是人是教得好的啊，我想这个太有道理啊，确实人是教得好的。比如像我呢啊，我经常看师父讲经，我们古代啊把四龙宫商就是这样排列的，把商压在最后。那为什么把商压在最后呢？就是商人多奸诈争利，其实我也就是一个商人啊，就可以说商人是最难教得好的，因为四龙工商啊，商排在最后，也等于说这些人争利是最明显的啊。所以从我自己在传统文化的前后啊，我来想呢啊，我现在这样一个商人确实是啊，遇到传统文化之后啊，遇到我们老祖先就义之后呢，确实有很大的改变啊。第一啊，爱国自我是发自内心的，在我没有接受这个圣贤就义之前呢、啊、我根本就不爱国，我还羡慕那些美国人，哎，哪个国家？哎，有一次有个美国的商人到我们企业去，哎，我还觉得他挺好的。哎呀，美国人，我还跟人家介绍，哎呀，这位是美国来的。学了传统文化之后啊，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呢，啊，觉得非常自豪。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就是对我们中华民族，对我们老祖先啊有信心，觉得我们老祖先啊太高的智慧了啊。原来我还觉得美国那些英语啊，诶，挺好的，很简单啊，画来画去我们中国人这个啊，那些啊，中国的文字很复杂，我在没学的之前还是想怎么不搞这个英语呢？搞这个中国文字那么麻烦。
学习之后才知道最高的智慧，咱们的老祖先啊。所以从学习之后呢，哎，我对我们这个国家，哎，我真的是啊，对我们这老祖先呢非常敬佩啊。我经常自己在想，无论我们国家中国出现什么问题啊，我们都是敢于担当的人。因为学习了之后嘛，觉得作为中国人太好了啊，这个是真的啊。第二呢，爱自然啊，也是学习之后的。我在悠悠年没有接触师傅讲经之前呢、啊，啊，我曾经是做过高速公路工程的啊。为了做高速公路这工程，我挖掉了一个山，我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啊，挖掉了好几万立方的土，可能有十多万立方，把好的一个山给破坏掉了，啊，里面的这些坟墓啊，就有几千上万座，啊，被我们搬迁的。因为有很多利益啊，这个离那个高速公路又近，哎，挖多少就挖多少，根本没想到呢，要爱护自然，没有这个想法，变成了把这个那么好的一个山啊，真的给废掉了啊。上一次呢，啊，现在我们在这个山底下搞了个护生岩，啊。后面就是我挖掉了这个山，后来我虽然去种了很多绿化啊，恢复了，可是呢还是啊，里面呢还是有很多啊都破坏了，没办法弄了。有一位去参观我们护生岩的人呢、啊、去了之后跟我怎么讲，哎，我听得都非常惭愧。他说，你这里啊出了两种人，他说你呢在下面搞了个护生岩，还搞了个就业基地，可是你后面那个没良心的把你那个山挖成那个样子。哇，跟我讲这句话，哎，我听了之后啊很惭愧啊，看他讲的对我那么赞叹，我都不敢说出来。他说你这后面那个人够没良心的，把你那个山挖得这样，可是你又这么好。哎呀，后来呢，哎呀，我等了，觉得现在学了弟子规了，还不能讲假话，我让他这个热情过了之后啊，我再悄悄跟他说啊，后面那个坏事也是我干的。哎呀，真的是。所以呢啊，在破坏自然方面啊，哎呀，确实是没有学习真的不知道啊。哎，为了挖这个山还经常给人家吵架，经常吵架。等到学了从容文化，像今年我们那里呢又做一个火车站，需要几十万立方的土啊，那一立方土十来块钱啊，啊，要好几百万啊，上千万啊，啊，都有人去找我跟我说，哎，你这个山啊，承包的厂权也是我的，还是国家定的起土点，跟我说你这个赶快挖一些来卖给我啊。那换以前啊，那我就觉得发财了啊，这一次要能赚了千八百万了，可是这一次我是死活不干了。我跟他讲，现在不干这个事了，现在对于这个破坏自然，你给我再多的钱我都不干。所以这个啊，就是关键有没有学习，有没有学习啊。第三呢啊，爱护动物啊，没学习之前，那我对动物啊，那是真的是根本不知道它是生命啊，每天吃这些野味啊，这野味还有哪活的来看啊，看了把它打死
啊，之后呢，还觉得这样才新鲜，啊，我记得我们去吃那些大龙虾，都用那电那个人拿上来，之后呢，我们自己给它弄死，还怕它拿回去呢，又重新换个食了，所以自己给它弄死，之后让它去再去做，还以为这样很聪明，啊，学习之后呢，变成什么样子啊？我这3年来。连蚊子都没打死过，啊，我真的是没有故意去杀掉一个动物的，啊，包括我看到这些，啊，无论什么动物，啊，它在危难当中，我们还会去救它，还会去救它。那原来，它根本就不是这样，啊，我曾经，有一次在挖土的时候，挖到一窝那个蛇，眼镜蛇，都在睡觉。5、6条那个眼镜蛇在睡觉，那本来它都不会伤害我们，我还搞个竹竿，通通给它弄死。有时候呢，为了吃一条鱼呀、啊，我们会用网给它网个100来条，之后呢就搞捡1、2条，其他的都给它扔掉，死掉了。所以这个人呢、有学习没学习啊，那相差太远了，啊。保护动物，爱护动物。那可是现在呢，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这种这么好的教育，它为什么就推不开呢？啊，不是说人不教不好，关键是现在很多人呢，不愿意去接触，一见到这个就害怕，就认为是落后。还有一个呢，没有杰出啊，他以为是搞邪教啊。现在像我那边这样的办班，都很多人不理解，因为学习的人特别少啊。我那个所在的那个村呢，5000个人，5000个人，到目前参加我们学习班的。不到2个人，一个半。我经常说一个半，就是有一个全程参加了，有一个白天参加，晚上回去。5000个人就只有这2个人来参加，其他呢，他都搞不明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对这方面太陌生了。还有一些呢，就认为这个是一个邪教组织，就像我们10月17号啊。南方日报两位记者，啊，去找我，在我那里待了3天3夜，他又跟我探讨这个问题。他说现在他们对这些报道为什么不敢呢？就是考虑一个邪教的问题，啊，他们也在研究，他说要研究得很清楚才来报道。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一个地方是正是邪啊。根本不用研究，看一眼就知道了。主要我们看它的结果，比如说我们结果揪出去的人，他出去之后爱国爱家爱共产党，爱家庭爱老婆啊，爱动物，有责任心，讲信用。你说这个地方是邪教吗？邪教能干出这样的人吗？所以呢，我就跟这2个记者讲了这句话，我说你这结果你要看他学习出来的人是什么样，啊，这个学习过程，包括学习用不用钱还是次要的，还是次要，关键是结果是变好了没有，还是变坏了，你学习出去，啊，之后变坏了，那证明这地方不对劲，所以呢，关键是。学出去的人，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啊，结果。那为什么不用钱呢？啊，像我们那地方是消除人家的误会，啊，不要给人家以为，啊，我们这福利会办这个班是为了赚钱而办的，啊，不要给人家这样有一个
一个想法。所以那天我跟这个南华日报这两位，他们都是很资深的，并且读了很多书的，你想看他都看不清楚啊，对这些呢很担心。哎，到结果呢，我跟他这样一讲，他就很明白了。包括我们老法师的奖金，现在我们国内也有个别的有看法。那为什么会有看法？通通没有听经，没有看真正听老法师讲经的人，真正听老法师救悔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那如果听救悔的人呢这个人出去之后搞恐怖活动危害社会那肯定不对。光现在真听真干的人都是造福社会的人，哪一个不是这样的像我们都很清楚的，在大陆都很认识的，像蔡礼旭老师中央党秀那个刘教授那个做企业的胡晓玲老师很多都是干什么？听了之后就想办法呢去造福社会。那呢有一些断章取义的他根本就是没听瞎说的，那另外一回事那在这方面呢，我们通过这三年这个办这个就义讲座，就觉得什么人呢就没办法，就是他根本就不接受，他不去听。因为现在的人心定不下来。像我有一次我们政府我们书记也觉得我们那里因为那么多离婚的，结了之后就不离的，又杀父母的，结了之后就不杀了昨天咱们也分享了一些都是真实例子，我们当地电视台都去报道。像我们这样的课程有什么效果呢几个例子。这潮州有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呢是那天又去跳行间了，她想去跳河自杀了，结果就有个人跟他讲说你又不整天这样，你又不去学习吧。他也想反正呢要跳河的，他浪几天跳也一样了他就报名去参加了他就自己分享的时候跟我们说的，学了第一天晚上他自己上台分享。这个女的是个老板，他大概一年有赚几百万块钱，所以呢他的老公呢是个医生，结果他就老嫌弃他的老公赚钱太少了就再加上有很多男的就跟他说能娶到你这样的老婆那多好如果有你这样的老婆我们做牛做马都愿意他这样相比之后呢，他就觉得他老公这个太差劲了，没有做牛做马之后呢每次回家呢他什么也不干，就是由他老公做饭擦地板他就当老板这样了并且他生了有个11个月大的小孩。所以那天不知因为什么就两夫妻就吵架了，他经常吵的，吵架他老公就打了他一巴掌，他这一气就受不了了，就跟他老公说坚决离婚，坚决离婚之后呢他就出来了，出来了一两个月呢他把孩子也丢在他婆婆家，过得很无聊，就想死掉算了就这样。那天去学习之后他觉得这个女人她做得很不到位他自己分享就说没有一个男的喜欢这样的女人，他自己讲，他说绝对没有。结果呢他有几个月已经跟他先生家没有联系的，他就打了个电话给他婆婆，当天晚上当着我们很多人的面打的他婆婆非常激动他就问了他儿子的情况之后呢他的婆婆就跟他说
啊，你一定要回来。结果学了三天之后啊，他就给他先生发了个信息，跟他说啊，哎呀，这个真的很对不起他，学习之后觉得他这个做这个妻子啊做得不到位啊，希望呢啊他们还是继续再来，他很快就要回去。哇，他老公回了个信息，他拿给我看，他老公啊给他吓了一跳啊，回了个信息说，你到底在哪里呀？啊，怎么你今天会这样呢？他说你如果从前有给我说一句这样的话，我们还会到今天吗？啊，这样我学了之后，这个家庭啊就和谐了。另外还有一位干部的，有一次他太太到我们那里去参加学习啊，学习之后呢，课程一结束啊，他就回到老家去了。老家干什么呢？去给他婆婆呢洗被子啊，洗衣服，干了一个星期。结果他先生啊给我打了电话，他先生呢跟我讲，他说，小谢啊，你到底有什么力量让我老婆呢回家去干这件事啊？他说我们很多年都没有这样过了。原来是什么？哎，老是觉得他老公这个官这么大啊，那比他当小的赚的钱还比他多，他老是唠叨说你这个钱赚的太少了啊，要赚多一点。对他的公公婆婆啊，还是这个姐妹啊，他们他先生的姐妹啊，根本就看不顺眼，从来不理他们。等了学习之后，他知道了是因为他公公婆婆急得得后，才有他先生现在的位置。所以这个人完全改变了啊。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呢，第一跟他先生说不要贪心啊，搞个国家公务员啊，一定要尽到我们公务员的责任啊，不要贪心啊，人家送礼不干了。那这样他经过了一年，现在怎么样呢？他迎来他的儿子很叛逆，大学生很叛逆啊，老是跟他们作对，现在好了，非常孝顺，完全改变了。哎呀，整个家变得非常和谐啊，这个人过得很自在啊，儿子呢也很有成就啊，原来文泉的儿子呢他都非常头疼啊，现在都改过来。所以这些呢啊都是一个就义的结果。我们在39期啊还有一个幼儿园的一个老师，惠州的这个老师呢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啊，他已经是分居了啊，结果他老公啊一直要求给他复婚，可是他就不同意啊，他觉得对他老公很抱怨。之后学习之后啊，他跟我们分享，他说他回去第一件事就是复婚。结果啊，前几天啊两夫妻已经复婚了，回来第二天就办好，第二天就办了。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人啊他听明白了啊，那就好办了。所以现在啊，像我们特别是干部啊，接触这个传统文化这个激励就是特别少啊，像我刚才讲的，像我们那个村，你看5000个人才一个人接触，这比例就这么少。前几天我在广东惠州跟他那边看守所一个所长呢、啊、刘天，他这个县常住人口130万，单独他看守所、啊、还没有判刑之前，在那个地方过渡的，在审案过程过渡的，那里关了1377人，平均他跟我讲，他这个县还是很好的一个县，1000个人就有一个人关在他那里。那按照这个比例呢，
我们学传统文化的人大概有多少呢？学过我们老祖先教义的，我前两天调查了我们那个村还有我们隔壁那个村，这个是跟我们挨得最近的啊，这两个村总共有12000人常住人口啊，外来的还不算，如果连外来算的可能要15000还不止，12000个人学习过传统文化的人不到3个人。所以我们现在老祖先的教义啊为什么快要灭亡呢？就是知道的人特别少啊，像我举这个例子，12000个人还是农民的，他杰出才不到3个人。那如果换成干部呢，那就更少了，因为干部啊都要上班，没有时间杰出。那我们最近这1年多呢有一个地方就是博罗县广东派过干部学习，由教育局长带队去参加我们学习学习了7天。我学习回去受益很大，因为有了这第一次之后那一次还等于说还是一个尝试性的阶段我们当时的课程呢还设计的不是那么好。后来我到香港去拜访师父善人就谈到对我们这些课程呢做了个指导就第一次派了50个干部去学习。这50个干部呢学习之后怎么样呢？学完的那一天，他们政府因为觉得这50位到了潮州去学习呢，听说是吃素的，就觉得哎呀，那肯定饿得半死回来了。结果他们领导呢，就在他们政府的饭堂，给他准备了很丰盛的一个宴席，给他们接风。这50个人里面就鱼啊、肉啊这些，觉得。哎呀，这些人吃了7天素食，结果这50位到了饭堂之后看到这个鱼肉跟他领导怎么说？他说：“咱们当干部不能这样做，太浪费了，搞点青菜就行了，做人不能这样干了。”他说，还有几个人看到这些鱼肉跟肉觉得挺伤心的，伤心什么说？这些动物也有生命不能这样去杀他们。哇，他们领导觉得很震撼，私底下跟我讲，他说我们这些干部什么都敢吃了，现在从来就没有这个怜悯之心怎么学了几天之后还觉得这个鱼肉还觉得他们挺可怜呢？还说搞点青菜就算了，并请呢这几十个人说要见他书记，要当面向他感恩感谢，说给他这么好的机会去学习。所以从这方面我们就知道人真的是教得好的。这边学习的有几个单位一个就是看守所。这看守所呢现在学习的人他的干警有60个，学习到现在已经到目前已经有超过50位了。那这个看守所没学习是什么样呢去年他这个看守所呢我听说是捉了6个民警，都是因为违法乱纪被捉的。所以新的所长是公安局的党委委员兼的，他当了1年多了。1年多怎么样呢？这个头发白了一大半了，很辛苦。他自己跟我讲的，这个看守所里面关了这个1000多个人，投入了多少钱呢？投入了1亿多，盖的新的。
这一千多个人呢，我们现在知道监狱是什么一个地方呢、啊？我参观过他的看守所，一个房子十来平方，光36个人，每个人0.5平方啊，睡觉就一个大床，大家排成一排，没有袜子可穿的，吃的酒，啊，这里面啊只有一间厕所，啊几十公分高，还有一个水池，洗冷水的，啊没有热水，洗冷水。那这看守所呢？这里面关的犯人呢、啊，小孩的有好几十个，都是杀人、抢劫、贩毒，啊，抢这些，还有好几十个妇女。这妇女呢，大部分都是杀人犯，很年轻。结果这样一个地方，啊。每一个房间里面呢、啊，每天大家就又搞来争哪一个人要睡宽一点，哪一个要第一次吃饭，哪一个要先洗澡，这样天天吵架。他跟我讲，最少一天打架6-7次，最少。之后杠警呢，就忙什么？忙于来求解、请假。还有还怕打死人，那谁打哪个？比如说你这个干警管两个仓，你这个仓里面出人命的，这个干警的饭碗就丢掉了，那肯定的。所以他很担心啊，晚上都睡不了觉。这所长也一样啊，他责任最大，所以他说，哎呀，那古人说一夜白柳头啊，他说他在看守所就能得到证实啊，真的一夜白柳头。所以这些啊，这样的一个生活呢，他的所长当了一年之后啊，老想辞职不干了啊，可是那领导不给他辞职啊，就找不到方法，找不到方法，不知怎么办。结果通过这个学习呢，他们每一期呢去5-6个人啊，去了10期，之后变成什么样呢？啊，我那天到他看守所去，40-50个民警在看守所门口啊鞠躬说早上好。你看，没有见过这样的干警，真的没见过。还有现在大家开会，这个所长开会啊都非常和谐，没有争议。还有哪个人提出很过分的要求啊，他们就讲你是不是没学习传统文化啊，这个人马上就停了，就是这样的效果。之后他把《弟子规》啊，这个光盘拿到这看守所里面去播，播了10多天，播了十多天怎么样呢？啊，打架没有了。原来大家是，因为分饭的时候啊，大家抢，现在呢，大家互相让。吃饭大家互相让，分个汤互相让，上厕所互相让，洗澡互相让。这个单位啊，里面这些犯人不吵了，不打架了。我去看了他这个啊，关押犯人的这个餐，这个餐里面啊像一个鞋秀一样，这墙壁啊就贴了仁义礼智信，用牙膏贴上去的，因为他们里面没有这个符可以贴，大家用牙膏贴，都把弟子规啊全部写在那个墙壁上啊，他们都会背诵，比我们写的还好。墙壁贴了几百张啊，整个看守所那都上千张家书，他们写了自己贴上去的。我那天在那里看了5封信，我不敢看下去。哎呀，真的是
泪流满面，哎呀，特别激动，就是说来到这里接触了传统文化之后啊，哎呀，他感觉到这个人生啊，原来的路搞错了，所以呢，整个看守所变成了这个样子。我那天在里面接触了几个人，有一个是技术学院的一个校长，他也坐在里面，他跟我们怎么讲呢？他说他没捉之前啊，他学校也在推广《弟子规》，啊，学生也有读，老师也有读，只有他自己校长没读过。他说他从来不知道，只看过他那封面，可是不知道他的内容，因为每天忙于应酬啊。等到捉到监狱里面去了之后啊，他看了说有这么好的东西。如果他当领导的时候有学了，他说哪里还要搞到这里面来呢？结果他现在在里面啊，教《弟子规》，啊，教那些犯人，哇，整整齐齐的。那天我们去看望他。另外还有一位，这一位呢，今年才18岁，他自己跟我讲的，他为什么捉进来呢？就是他跟他女朋友吵架，他女朋友是婚前同居的，吵架之后啊，他那天用个铁锤啊，把他女朋友给他锤死了，打死了这女朋友啊，变成了一尸两命，结果他就被抓了。可是抓了之后啊，他从来没有为这件事感到一点后悔，他就想，他说就想打死一只苍蝇那样，没感觉，没感觉。等到在看守所里面学了传统文化之后啊，哇，他特别感触，啊，写了一封信呢、啊，啊，给他的父母，还有每天呢、啊、给他这个女朋友啊忏悔，哭的真的是，啊，特别伤心。跟我讲，如果他在啊以前接触过这个传统文化，他就不会干出这样傻的事了，啊，这个人呢，啊，也很可能又判死刑了，那不判死刑也要搞个死缓呢，那没有四五十岁就出不来的，啊，很后悔，很后悔。那除了这些呢，啊，还有更加动人的，啊。里面他关了一个犯人，这个犯人判了七年，已经通知书下来了，又去执行了。那本来像他这样呢，去执行他就好了吗？可他学了传统文化之后啊，那天突然跟他广就说，他还有话说，啊，又见他所长，结果他所长就见了他了，他跟他的所长讲。他说他有个秘密啊，就说出来，就是他被判刑的这个名啊是假的，不是真的，他的真名啊是另外一个名，并且他的真人呢在7年前杀死过人，用枪杀了之后呢，他就一直呢把名字改掉，之后呢他是以犯强奸罪被抓到这个看守所的。他自己呢还干了什么事呢？他还贩卖了几十个妇女，每个人赚2万块钱去当商陪小姐。他还制造了冰毒工厂，自己说出来的，没人知道的，他不说没有人知道啊。结果那天那所长听得吓一跳，说现在的犯人啊，你是怎么讲，你怎么弄他都不讲的，没有说自己讲出来的犯人的，没有这样的，并且他讲出来啊还会死罪的，这个是死罪的。哎呀，那天我见了他这个人，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个讲出来会死刑的哦。他说他不怕。那他为什么不怕呢？啊，就是他家里面呢、啊、
有父母，还有一个妹妹。他说我不想啊啊做一个这样的人啊，因为他怕恶报啊。他说他已经有这七八年来啊没有睡过一个晚上一个好梦一个好觉，没睡过。因为什么？他们同餐的人啊都是互相在挤爆的，所以他睡觉怕做梦把他这些事给讲出来了，给他隔壁的听到就完蛋了，所以他从来晚上不敢睡觉。结果那天讲完之后啊，跟他所长说，我终于啊能够睡一个好觉了。你看这么好的传统文化，并且这个人啊，我看了他的照片，他必桌的照片，等到他讲出来的照片啊，这个人的面相都改了。哎，原来捉他那照片啊，一看就是这人，哎，就是一个黑社会的，那比我还黑。可是呢，现在变成什么样呢？像一个读书人那样，对这《弟子规》啊，倒背如流。哇，这样的一个人啊，在那天我跟他，啊，交流了很长时间。所以呢，那天就所长我就问他，我说现在在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他说肯定没有，讲了之后死都不怕的人啊。梁这个犯人啊，他跟我怎么说？他说传统文化太好了，他说他就从来没听过。你看他这个人是多少岁加入黑社会的呢？哎呀，很难理解，他是12岁加入黑社会的，现在还很年轻。所以这些啊，如果我们从幼儿园啊就开展传统文化，能拯救很多的人。那还有一个呢，也是里面的犯人，两兄弟杀死他表哥。哎呀，也是学了传统文化之后啊，写的那些家书，我们真的是看不下去。所以那天我跟着看守所的领导说，把里面这个澄清通信啊给他印出来，他们每个人啊还把自己犯罪的过程也写进去，包括他们忏悔的过程，我说你给他印成书之后呢，配上他这个原件的这个原稿复印件，做成一本书送给学校那些学生看啊，让他们看了之后觉得，哎呀，这个教育这么重要，还有这人生啊这么的重要。所以这个监狱里面呢，他那所长就跟我讲，他说监狱呢其实没有搞好教育，是一个什么地方？这监狱里面这些犯人啊脑袋都好用，他们大家坐在里面呢、互相学习作案手段，来学习交流，说你是怎么作案的，我是怎么作案的，就大家吸取对方的精华出来大干一场啊，都是三进攻四进攻五进攻的人都是这样的。所以一个人给他捉到监狱去了，是限制他的活动，可是他有出来的一天呢、他没有揪好，他照样危害一方。并且呢，他们这犯罪的手段啊更高明，监狱的投资特别大，这个看守所投资了多少钱呢、单独建筑基建就投入了1亿，之后呢里面呢还有几十个民警又来管着他的，还有医生啊，这个后勤保障啊，总共就100多个人，还有一个中队的武警在守这个监狱。我就问他，我说你这监狱啊一年的开销要多少钱？他说要1000多万。那等于说每个犯人要花10000来块钱一年啊，为了这个犯人。那如果采用传统文化教育呢，多少钱就搞定了？10块钱就搞定了，就一个光盘啊，10块钱就把人变好了。这1亿多，一年1000多万，根本就变不好这个人，没办法改变他。
啊，他出气之后更厉害，所以那天这个我说，哎呀，你这里啊，那高墙都快10米高啊，里面还放了高压电。我说你这个地方搞得这个样子，他说我这个地方啊，这些人一出气，无论哪一个人出气，1平方公里不得安宁。哈，他说我这些人啊，那都厉害的。啊，你看里面的患人，啊，这个样子。那天我去看了他们这些患人呢，啊，比在现在我在市面上见到的人还有礼貌。哎，我都忘记了是在一个监狱，我以为在一个学校，还是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学校才有见到这样的。这些患人呢，见到人呢，无论是谁啊，我们去看，他跟我们说早上好，鞠躬。哎，我晚上说晚上好，鞠躬。之后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啊，看着那电视，坐得直直的，盘腿坐在那里。所以那天我们跟他交谈呢、啊，他们说，虽然捉到看守所来，可是还有个好处，就是终于在看守所学到了传统文化了。哎，在外面还没学到，他说还有这一点，这回去之后啊，一定要做个好人。这是里面的，哎。有个别这些患者，还有一种呢，啊，这就医还能把什么给救好呢？上访户。现在我们上访呢是很头疼的一个事，啊，这个都涉及到我们地方呢、啊、干部的一个正职的问题，啊，比如说你这个事老来上访，那要考虑到你这个领导称不称职，所以这上访呢、啊、搞得很头痛呢、啊，现在。谁都头痛。那我们学习的这个过程呢，棒棒这个过程呢，啊，也有上访户来学习的，啊，有一个惠州的上访户，这个上访户是怎么样的？很出名，在惠州。他呢，是他的先生啊，被车撞死了，后来这件事的一直就纠结不清。啊，这位女同志啊，都快50岁了。每次都在市里面到省里面去上访，并且他上访呢、啊，哎呀，那还不是一般的上访，他就穿着一个校服，啊，一个校服啊，啊，在我们那边这死人的时候穿的那衣服，那个校服呢，穿了之后前面就贴个冤字，后面也贴个冤字，很显眼的，就带了他两个儿子，跪在市政府的前面，啊。三个人开人大会开政协会怎么哪个地方领导来他就打听到了他就去跪在上呼这个冤枉啊！这件事已经弄了10年8年了就没办法搞定他啊！结果有一次呢他们这个镇的一个领导就带了他们去参加学习了学习因为这个护女啊他不自己不愿意去结果两个儿子就去了学习几天7天回来他的儿子啊找了他信访局长啊赔礼道歉啊给他那宣传部的那个文明局长发了个信息赔礼道歉说他给政府添了太多的麻烦了说他们家不再上访了不干了哎那从那时候到目前啊，他们那边有一个领导是分管他这个人的，因为上访都有个领导在盯着。他说：“哎呀，我真好，我这个钉子户终于不上访了，现在从来不来找我了。”啊，他现在什么情况呢？他妈妈因为没学习啊，还有这个想法，可是他两个儿子是坚决不干了。结果他妈妈呢，自己也很难行动。啊，又行动的这两个儿子就求着他，他把他妈妈的身份证藏起来了，不给他上访。所以这家人呢、啊，这个上访呢、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还有另外一个上访的，啊，也是惠州的，这个上访呢，他是有个小孩10来岁，啊，曾经被一个神经病给。啊，打伤了，并且伤得很严重，啊，这头部啊都裂了一个10来公分的。结果这女孩子呢就住院，
他们家父母啊就上网，也是不知干了多少年了，反正好几年了。那一天的学习呢，这个小女孩啊也去参加了，并且在医院接出去的。学习七天之后啊，这小女孩原来啊，因为她这件事对她心灵的创伤很严重，她都不讲话啊，不讲话。所以学了七天之后有说有笑啊，还帮人家拿东西拿行李，并且她妈妈跟她回去之后，我那天跟她谈了，她说她这个上访了几年了、我就跟她讲，我说你上访几年你得到什么好处啊，全身都是病。你去看我们现在那么多的上访的人，没有一个身体好的，因为抱怨政府抱怨领导，搞得自己搞得这个身体都给他搞垮了。所以他这两个人啊都讲了，这几年的上访路啊把他整个家搞得真的是家不成家。所以他这个学习为什么有效果呢？他终于弄明白了，对别人的不利其实是对自己的不利。他对这个政府抱怨越严重，他得到的伤害越严重，所以他就不干了，很简单啊。啊，我那边也有一个啊，这个人还没学习七天，我们只给他一套圣贤教育改变命运的光盘，他回家看了72小时之后呢，因为有个项目啊拆迁，他经常去堵路的，经常去的，并且他兄弟有7、8个人啊，在那个村啊两晚有好几十个，搞得他的政府没他办法。可是他回家，我送了他这个圣贤教育改变命运的光盘之后啊，他回家呢看了72个小时，跟我讲是流着眼泪看完的啊。看完之后啊，我就再送他和谐拯救危机，让他继续在家里看。结果政府那天去施工啊，哎，做了准备了，看这个老人家可能又出来了，哎，结果呢老没来阻拦。结果这些村干部以为啊是不是他这个人生病了出不来了，后来一打听呢，原来是不干了，现在不干不跟政府作对了。对，哎，一个观谈啊，人性的就义啊，他就能够把这方面呢、给改变。那从这个看守所，我们刚才说这个犯人呢、改变，那管理人员呢，哇，那就改变就更大了。我那天接触了他们有些领导，他自己跟我讲的原来是什么样呢、也是整天想赚钱啊，结果这些看守所的地方哪一家的亲人捉到里面去，都是想方设法又去打听一下到底在里面怎么样啊，或是送点烟啊，送点什么衣服啊，送点什么这个。他这个就跟我讲，原来没有学习，无论谁干这件事，又通过他送点衣服送点什么比如说送一条烟，他自己又搞他两条他说如果没有就不给他弄又比如说送一封信也要搞钱报个信也要搞钱。他说现在很多这些地方都很黑的，现在呢改了，很多领导包干警都戒烟了那天他的所长戒烟了，原来一天抽3包烟，那因为什么？我们猜想那烟肯定是人家送的，他那工资能买吗？可是现在因为学了传统文化之后啊，不想贪心了，连他几十年戒不掉的烟都给他戒掉，不抽了跟我讲现在就每个月几千块的工资生活过得挺好的。他说不搞什么邪魔歪道的收入了，什么都干把这个职责给他弄好。并且那天这个所长当着他们组织部长还有他们县委领导的面跟他们怎么说，
迎来很想争个官来担，我在场啊，他说部长啊，你不要再给我提官了、我就好好的把我这看守所、这些犯人能够把他90%的变成好人我就行了。他说我不想当大官了，你现在给我当我都不干啊，我把我这些人呢、给他改造过来，我的心愿就足了啊。这个他发自内心的说话，他还写了一个我们学习者写了一个心得啊，我在自己这里啊给大家念一念啊。啊，他是第40期来学习的，2013年11月3号啊。这位所长呢他怎么写啊，他说啊，首先感谢我们黄河慈善福利会啊各位老师啊，是你们呐、这样辛苦的付出啊，才打开了他人生幸福的大门，让我们得到了人生目标的喜悦啊。其次呢，啊，是感谢许许多多为传播传统文化而默默奉献的先行者啊，正是你们坚持和执着，才有了我们这些后来人相信不久的将来，有了你们的传灯和照佑，一定会汇成我中华文明光照四方拯救世界的光明大道。通过几天的学习，加深了对我古圣先贤的敬仰，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同时啊，还有深深的啊，深深的忧虑，难道如此灿烂辉煌的人类文明，就因为我等不朽子孙的糟蹋，即将走向没落？在此关键时刻，觉醒的同胞们、家人们，不要再去讨论和怀疑了，赶快行动起来吧！在中华大地上，不论南北啊，不论地位，不同层次，保卫传统文化的后面写行动，行动，前进，前进啊！你看，通过7天学习啊，啊，写的不长啊，可是呢，发自肺腑之言。这个人呢，他是部队转业的，还是一个战斗英雄，立过啊部队1等功。他还跟我说，他们看守所的这些干警，这些干警呢，原来5点钟下班，就人着跑的关关的，现在呢，下班的时间到了，还有的干警啊，在他那个管理那个餐，交易这些犯人，到8、9点钟自己加班不用钱的。我那天截出了他一个中队长，哎呀，这个中队长呢、跟我讲，他说他原来呀、自己呢也整天赚的钱就到外面去吃喝啊，也没有顾及什么家庭。现在呢，完全改过来了，把这些犯人呢、看成自己的家人一样。他说他的侄子啊，就让他们把这人生啊，给他改变过来，给他改变过来。另外还有一位，啊，也是他里面的中队长。他跟我怎么讲，
他说原来啊，他的老乡啊关在里面，如果要照顾一下也要送礼，不送礼就不给他照顾。他说老乡也不管，两夫妻关系也不行。学习之后啊，哎呀非常惭愧啊。他说那我现在啊，唯有靠我做个真正的那个共产党员，把这些犯人啊来给他揪好，以这个呢啊来回报社会。他们还有啊一位呢39期的啊，这一位呢是他那个监察大队的啊、哦、他怎么写呢啊 ,2013 年10月27号 ,39 期的。他怎么写啊，他说通过一周的系统学习让我受益匪浅，空空而来满载而归。主要的体会啊如下啊，第一，爱，常怀感恩之心啊。首先呢感谢我们狐狸会给他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平台啊，感谢为我们默默付出无私奉献的老师义工及所有的人，感恩父母的救义之恩，感恩所有的一切，是你们让我倍感幸福温暖。第二，断除恶习，忏除业障。在没学习传统文化以前，自己呢自私无知，让自己呢摔了跟斗，心里啊深感忏悔。今天我下定决心痛改以前的种种恶习，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演好自己人生的不同九世啊。第三，坚定信心，护持传统文化。作为中华儿女，我深知自己的职责，国家兴亡庇乎有职。我下定决心从事传统文化的责任，多学经典，从我做起，从家庭做起，跟志同道合的有缘人一起行善，领练自己，照亮别人，让世间人人都幸福安康，共享太平，做到顺应自然，天人合一。这位还是一个女同志啊，你看她写到什么，国家兴亡庇乎有职。没有学习有，没有学习有这感觉吗？没有学习肯定国家兴亡就走到外国去了。所以我们啊感觉到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它能让人家激起这个爱国的热情啊，跟我们共产党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爱国爱党是完全是一致的，完全的一致的。你看他这个人啊，这个都是花这肺腑之言啊，因为我是没有准备啊，这些心得呢我没把它打成字啊，因为这些都是他们写的，再加上啊他们写的有时候比较吵，我有的呢看得不太清楚啊，又慢慢的看嗯。所以呢这些人啊啊都是在啊学习之后啊他明白过来啊，又去做什么，又去奉献。我们还有一个啊也是39期的，也是看守所的，他怎么写呢，他说我有幸参加黄河慈善狐狸会举办的第39期中华传统文化
道德教育公益讲座。通过学习，使我茅塞顿开，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重新的认识，明白了又怎样做人，有了明确的目标，有了努力的目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这次学习中，老师都一一为我们详细讲解，我也暗自对照以往的我的行为，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哪些方面做错，心中也暗下决心努力改正。学习传统文化教育，贵在一行，在一起实践。在这一方面，我们义工老师就是这样做的，对我们进行的言传身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学习传统文化使我明白了现在很多人的价值观的错误，一切为利，而使社会处于矛盾斗争之中。人与人之间活在烦恼、困苦、迷茫之中，拼命的追求物欲，而放弃精神的享受。学习传统文化之后啊，使我进一步明白了和家人如何相处，与朋友如何相交，在工作上更有信心树立忠于国家的信量。百上秀为先，下来呢，我在进秀方面呢，进一步做好，从一点一滴做起，保持平常心，乐善好施，积极向上，面对美好的人生。我们这些学习心得啊，我这个是因为没时间了，我都没有去挑来的，我这个是随便拿上来的啊，随便拿上来。这里面有一百来封的，我有一百来封，各样各种各样都有啊，随便拿一封就是这样的。人啊，真的是教得好的啊，老法师说的，人是教得好的，只要是什么人性的教义，人性的教义。那什么人教不好呢？就是不学习，你不学习，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在读一个组织部的，这个是组织部的组织部呢，也有很多人去参加学习。这位组织部呢，他是40期，他怎么写呢？他说在这里学习七天。收获很多，这里的办学方式灵活多样，内容呢丰富实在，更主要是老师义工都有一颗菩萨之心，对我们关怀无微不至，明天就要和同学各奔东西，和敬爱的老师告别。此刻之心，此刻心如潮涌。不说收获太多了，只讲主要的几点。第一呢，就是思考，思考呢，我们这个企业，为什么呢，会放下安逸的生活来办这样的公益事业，图个什么？通过这个对比。他觉得呢，又思考如何走完这一生。第二呢，是学会感恩。
一个人的成功背后有多少人在支持服务。这几天真的时时处处都有让我感动的流泪的人和事。第三是忏悔，看了敬义公益造神迹电影，让我反观自身啊，下来呢会不断的改过自新。第四学会敬畏，宇宙无限，人如夜蚁，就像蚂蚁一样的万物啊息息相关，除了对天地敬畏，身边一切啊都要敬畏。总之几天下来流了不少感动的泪，让我呢啊双眼清澈，让我心灵洗刷过一般干净清爽，感恩一切。中国的传统文化遗忘的太久了，如今该到了认祖归宗的时候了。如何解决现在社会的通病等等，通过学习呢，他也跟我纠谈过啊，他是一个领导，他说现在啊，他们在用人方面呢、啊，啊，也是以道德来用人，关键是很难做到落实，啊，很难，并且呢，对于这个学习的课程呢、啊，他觉得呢，应该在党校里面播，啊。因为现在很多学习他也参加过啊，学习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15天的经常学，可是呢没有这样有感觉的啊。并且他还跟我讲他这一生啊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那天我给我猜，我以为是当更大的官，他说不是，他一生的愿望啊就是他的老婆能来学习，他说如果他的老婆来学习那他就高兴了啊。另外还有一个也是组织部的，他这个心得体会啊，他说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这个伦理道德确实非常有必要，领导干部和为人师表者又带好头，多宣传履行传统文化的美德，应将传统文化伦理道德教育作为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教学内容啊，意思说要从学生的时候就来学习。上进下空老法师告诉我们，信佛原本不是一种迷信，真正的信佛是要学习佛的上心上行，那些带着利己之心拜佛种种偏离佛之本意者才叫迷信。就是说有的打的表面文章的骗钱骗什么的都是迷信啊。传统文化伦理道德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是我们的为人处世之本，如果没有了这个本，就会像没有根的树，经不起风吹雨打，经不起真理的考验。真诚感恩古圣先贤，感恩为我们上课的各位老师，感恩所有的义工无私的付出。我们还有一个组织部的，我们这里还有我们也来念一念啊、哦、啊，他的心得是这样写的，他说为期7天的中华传统文化道德教育学习，在内心装载满满的收获中结束了。这几天来心中充满了感恩，让我人生
第一次全新的系统的全面的认识我国的传统文化，认识我们自己，这将会改变我们，使我们对生活一个全新的态度。感恩在这里相识的所有的家人、义工、老师，是他们用无私的大爱让我们感动，无时无刻感恩生活。这是一次洗涤我们灵魂的盛宴，让我们生活在今天，自己内心在昏昏沉沉的惊蛰中听到这么好的文化，也让我们对生活重新燃起信心和希望。原来在我们的周围还有那么多在做好事的人们，还有那么多真善美，它唤醒了我们的良知，使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地球、对宇宙万物有了重新的认识。做好自己，做一个最好的自己，用我们的爱心来挽救自己，挽救人类，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充满爱的地球，让宇宙万物生生不息。你看这些人啊，这个人呢，我们也接触过啊，没学习，也整天在考虑，哎呀，当干部啊，收入太低呀，啊，可是学习之后呢，不单独是对自己啊，又怎么来崇尚，还要考虑到宇宙万物、大自然啊、地球啊这方面。可是呢，这里面呢、我们这半班啊，这过程呢、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刚才说的，怎么让人学习？因为这个人呢、他很排斥，现在不能讲到佛法了啊，那里太深了，讲到什么因果也太深了，你给他讲他嗅到他都听不进去，包括素食也听不进去啊。你看我们在学习过程有一个是我们家的亲戚，我们家到现在我们有几百个亲戚，到目前为止有一位亲戚参加过我们的学习班，这一位呢是我邀请他好几次啊，都请不动啊，整个家也挂得很壁动了现在啊。结果呢，在四期期的那一期啊，我们这一位亲戚啊去参加了，我们还有这点时间呢、给大家分享分享。这位亲戚还在工商局上班啊，他有个小孩也病得很严重，我老跟他讲了很多他都听不进去啊。结果呢，上一期来了之后呢，我就跟他说啊，因为他对我这些工作啊很反对啊，结果我干这件事是傻锅做的事，我就跟他说，你就当被我骗七天算了啊，你来这里待七天看看啊。结果后来就答应了，说那这样白天学习晚上回去走读，他说走读。那学习之后怎么样啊，他在学习心得体会怎么写的啊，他说由于过去对老祖宗五千年传下来的中华传统文化没有正确的认识，愚昧无知，存在文化大革命的藏疑思想，认为那是封建迷信的东西，对黄河慈善福利会弘扬中华文化的创举熟视无睹，我家近在咫尺，他跟我就邻居呀、挨在一起呀、又是这里的常客，经常到我家去的，有时来做客时同开课，
谢总和夫人都请我参加旁听，我都以种种理由婉言谢绝。老婆在这里取回一些书光盘，我也不问不看。你看你的光碟，我打我的游戏。他有时拿本书要我看，我还跟他吵嘴。等到上一期，我偶尔到会场听一下，而觉得有道理，但还存在怀疑。难道学习传统文化真的能改变命运吗？这一期呢，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报名参加，还有采用走读的方法参加学习。通过第一天的学习，觉得学习传统文化很好，学习太重要了。不学习传统文化，不知道以后走的是什么结果。这几天越学习，心里越亮堂。听老师讲的那些恶业恶口的，好像是在说我。我经常在反思，有时想的彻夜难眠，想想我过去所做的一切根本没有理智，没有慧根，怎么对老祖宗大不敬呢？这七天我都没有走读，也没有跟外界通电话，专心致志，全身心的投入学习。我觉醒了，我开悟了啊！他说他开悟了。我回去以后又认真学习儒释道的万年不变的经典，理解领悟并付诸于实际行动，改造自己，好好把握自己的命运，做到不杀生，花善心，忏悔自己，同时又弘扬宣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动员亲属好友投入到学习传统文化的活动中，发扬光大，实现身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感恩给我提供这么好的改变人生的机会，感恩弘扬传统文化的老师和义工对我们啊热情的服务，感恩家人同学们的支持与帮助。你看很典型的，我这个一站我都没他办法，到我们家到现在客气了几百次还不止啊，小孩生病，上一次老是到广州做手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啊又弄明白啊，你这个家怎么这样啊，我不谈这话题咱们还有话说，我一谈呢这满脸不高兴啊，到我们那家去跟我这没有话讲啊，大家都搞个茶之后这样啊，他也觉得我怪怪的，我也觉得他怪怪的啊，就这样。所以我邀请了他很多次，跟他说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学习。我那天跟他讲，我说你这一生啊除了出生那件事就排到学习七天。他听了之后呢啊，他也不当一回事，不当一回事。结果他就学七天了，说实在我还不知道他有改变，因为他在大众当中。哎，那天呢我是看到他这个学习心得，哇，我都很激动啊，因为我的亲戚几百个人到目前为止啊，我那亲戚知道我在干什么，知道我们夫妻在帮忙，可是不知道我们帮忙的内容。
从来不参加啊，平时在办其他的事，他们公认我这个人脑袋好用啊。比如说又碰到什么事来找我，说哎呀你帮我想办法。可是一讲到陶从容文化呢，他就说我神经病。我那天跟他们讲，很多人我说你们这些人啊，我又怎么解释你才相信我的话？你说干坏事我也干得很认真的啊，很出名的干坏事。之后呢，我在短短这几年，我们能够把一个企业做到几个亿的资产，你应该知道我这个脑袋应该还是好用的，怎么就不信我的话呢？这个，所以呢，我这一仗啊，这个学习啊，就打开了我们亲戚的这个大门啊，因为他去讲，人家才信他，我讲没用啊。为什么我们称刚才说5000个人学习的一个人呢？这些不能去讲，本来人家就觉得呢我们是存在问题啊，说你这个地方呢、啊、是不是啊存在赚钱啊或者什么目的，你再去找人家来学习，他就说你看老来找我来弄。所以我们从来不敢说，不敢讲，讲多了就不好。就像老法师在讲经说的，跟你说布施得财富，你还以为是我有钱了、啊、所以不敢说啊，啊又在讲经才能讲了、啊、所以呢跟我们那些亲戚我不敢说啊，我们是天天换身，可是我这一旦啊，那小孩病的那样子我不敢说，我说的呢以为我有他的钱。所以这一次他学了之后啊，哎，我看到这风险，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哎，他都不知道是我，因为我们这两个从来不打电话的啊。打电话他老问你是谁啊，你是谁啊？哎，我就跟他讲了，哎呀，我说你这几天呢、啊，还真的还写的，我看人家心得还写的挺好的。他说，哎呀，他说阿辉呀，他说没有学习呀、啊，彻底完蛋，啊。他说我现在啊赶快又退休啊，到你那里去当义工。哇，真的是，他说我现在这人生啊以后又干这件事了。之后还跟我讲了我另外一个亲戚也很痛苦的，现在也很痛苦，他说我要想办法让他去啊，不然没办法救他。我说那又你去讲才有用啊，我来讲没用啊。现在呢我去讲这个啊，不讲就还有话说，一讲就吵架，啊，人家巴不得赶我走啊！我说，这个要你去努力啊。所以学习之后，你看才过了那么多天，他现在到我那里去了很多次，去干什么？到我们流通处啊，去拿《弟子规》、拿光盘，去送给他那些同事。他那天还找到他领导说，我们这些人啊，老干坏事。他说。我们这些人啊，用红皮去学习啊，不然的话以后这人生啊，那真的是要想过好日子啊，那是很难的。所以啊，我们通过这些啊都知道学习非常的困难啊，像我们啊这一生啊能碰到老法师啊，能碰到传统文化，那不知道是祖宗积德，他积得做多大的德行，才让我们能够啊来碰到这么好的教育啊。我们这些啊分享里面呢、啊、还有很多是他不是来学习的，他是来就近的。我们还有一个是来就近的，他觉得他那个县在推广陶土文化，他觉得很可怜，他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这个人啊，所以呢那天是抱着这又去就近的一个心理去的啊。我们再来利用这个时间呢、啊、也把它念一念啊、哦、这位人呢、啊、这个人呢是就义级的，他是一个就义中心的主任，今年56岁，工作几十年了、啊、就义工作者。他怎么写呢？他说中国从文化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经过5000年的锤炼，成为中华民族
兴国安邦、炎黄子孙、安生立命的文化根本，成为支撑中华文化的精神脊梁，成为推动中华文化发扬广大、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漫漫中华五千年，悠悠历史数千载，就近百年来遭遇五四运动的摧残、文化革命的抛弃后，凤凰涅槃，异法重生，洋文化的放荡、道德标准的缺失、心浮气躁、功利心错事日益严重的今天，他依然独树一帜，灿烂生辉。当同事先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学习时，我黯然失笑，心生不休，觉得社会科技化程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花精力去学习几千年前的封建文化古董而耗时费力，而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是重复封建实现的复刺，就说这样干下去完蛋了。本人怀着就近的心态，也以为自己有点文化功底，而来参加本期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通过了七天的学习，在多位教授名师讲课对我心灵进行的一次洗礼，当接触到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天下，道家提倡的悟道体道行道无为而不为，佛家崇尚的利己利人功德圆满，周易推崇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立世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等这些思想时，我心头啊更是为之一振，惊叹自己才疏学浅，只了解传统文化的冰山一角而已。而生活在现在社会的忙碌的我呢，被太多世俗的东西所束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们目前障碍物还远不止一叶，物欲横流，攀比严重，穷思极意，功利心强的现代风气，蒙蔽了我的双眼，迷醉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仅局限于自己的世界里，人内心的贪嗔痴使我们的警戒充其量也就仅仅局限于第一个问题，而无法达到更高。时代的繁荣复杂，忙碌的人们更要面对自己的内心而这种面对在今天变得更难，也更加的急迫，我们都需要答案。而中国文化圣贤文化是古圣先贤抛弃了世俗的欲望，经历千年而传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也就是改变时代这种心浮气躁、功利心强的社会风气的一剂良药。但再好的良药，也得有人愿意接受，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托付于他，才能发挥功效。外国人非常注重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而我们中国人却对我们这个
金法相传几千年，安心立命资本的继系良友，全盘否定和抛弃，这是非常痛心的啊！中国传统文化承载的数千年的宝贵经验和智慧，我这晚辈啊，后生尚不具备如此深厚的功底，不敢妄加评论。但我始终相信，人的处世之法深藏其中，帮助人类处理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三大问题的大道深藏其中。中国乃至世界的救世之道深藏其中，五千年的历史，无数仁人志士以生命和实践换来的宝贵财富，能够经受这么多年的科学发展的考验，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如今的中国社会急需传统文化依世济世，一个民族又强大，首先文化又强大，我们没有理由不学习它，不传承它，不发扬它。你看这个人啊，因为他文化太高，写的字啊我很多还看不懂。他这个人啊，怀着什么心来的，就近来的，他都跟我谈过，他的文化在他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是最好的文化，很多人向他请教问题，结果呢，觉得这些人就学习传统文化之后啊，他觉得这些人真凄惨啊，现在的社会，现在的科学还学什么传统文化。结果他就想，我要学几天之后呢，才来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去干这样的糊涂事了。结果来了之后呢，自己学了。所以我们通过这几个案例啊，这几个心得，包括这些案例，都可以看出我们慈父善人老法师讲的拯救这个世界啊，就是靠中国传统文化啊。我们印光大师啊说的，拯救这个世纪的人类，唯有伦理道德教义和因果教义。你看这些人，公安的拯救过来，考当组织部的，在管理官员的，都改变了。商人改变了，知识分子又就近的改变了，通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刚才这位又就近的讲的，再好的东西也要你要接受，现在关键是你不接受，那就没办法了。你说他再好的药我不吃它，那肯定要死掉嘛，那很简单的道理啊。哎，感恩老法师啊，感恩师父，感恩诸位大德啊，因为大莫邪真的没有文化啊，讲得不好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阿弥陀佛，谢谢。